我们刚刚我们过来的时候需要过河，然后我们这个车底盘不是稍微低吗，磕着了一个石头，然后我们说观光车不可能进来吧，哎，特别强，在哪儿呢？这不就来了吗？观光车来接我们了，我们统一把车停在这儿，然后被观光车接到那边去。草原司机没什么做不了的。哇，你手指我都这边。哎呀，都在那边上。今天早上我不是来到这个游牧部落拍视频了吗？然后呢，我们从游牧部落拍完马群之后呢，看。我来到了这个山上，这座山是我们看到九曲湾最适合的一个最漂亮的视角的一个地方。我们往这儿看，大家都知道这个锡林郭勒九曲湾，我们修奇的九曲湾也称作是小九曲湾，草原上的河流都是这样蜿蜒曲折的，非常漂亮。如果你肉眼看到这一切的话，你就会非常的惊艳。准备无人机穿过我头顶这样下去，我很怕过去之后我这块就是无顶的了。晒太阳。没事没事。
这个漂亮漂亮，这风景好看。你爹我就给你把这个拍出来。行吧，哦，你就那样啊。灯不抖，这也不抖。但是就是看不出来它是特别高的坡。啊，这坡这坡有30多。啊哈哈哈。就下边也就没啥。我们上来拍完了之后下去呢，非常感谢，这边这个配合我们。协助我们，让我们上来去拍摄，不然我们要走路的话还是挺长时间的，加上这个坡还挺高。好，谢谢了啊，谢谢啊。